炒个羊肚啊，谢谢，20块钱呢。啊，炒20块钱的炒羊肚啊，我看一下，加上一点姜末，来上一点这个蒜片，都是切的蒜片啊，多认真，加上辣椒、花椒，啊啊。这边都是没罩，你看都有感觉，这边都是没空，好，加上这个大葱，这个也是给我辣炒啊，加点小辣椒，啊，多棒！这个羊肚啊，是不是一碗20块？这个可以做羊肚汤，羊肚如果做羊肚汤呢，就是汤免费喝，炒羊肚就是免费给你炒一炒，啊，对对，只要花20块钱，汤半斤羊肚就行了，加上醋。羊肚只要15斤，啊，只是一个羊肚，特别的棒。我刚才加了醋，现在是一斤鸡精，黑色的胡椒粉，加上白色的盐，啊，你看，黑白配，啊，绝配。好，这个小羊肚，你看，好有感觉。好，加上一点小水，生命之泉，这称为叫。那羊肚这样炒一炒，烩一烩，可以了。炒的我一边都流了口水。好，还得再加上一点黑色的木耳。啊，再加上一点绿色的青菜，哎，你看这小感觉，特别的棒啊！这样一份20块钱，你们敢相信吗？大爷，大集上我们真的是便宜啊！啊，你们跑的就亮啊！好，加上辣椒，好，再加上香菜，好，这样一份20块钱的炒羊肚，刚才呢？你看多棒！我们在临沂大集上啊，大爷的盘子你看都是要给冲冲水的，多讲究。这样一份只要20，你说他能不过瘾吗？你们平常你们自己说说，你们在自己那边的饭店吃这么一盘炒羊肚得多少钱？哇，这太漂亮了，20块钱，20块钱，对，20块钱这么一大盘的炒羊肚啊，真的是不敢相信啊，只有在大集上才有这样的物件。你看羊肚加了大葱大蒜，这羊肚是原汁原味的那种感觉，它羊肚呢炖的不是那种特别的烂，是有一点那种梗啾啾的感觉。给你们看这羊肚的肉，你看多实在多厚，这羊肚真的就大集上现煮，什么都不加，加点香辛料，像什么叫香辛料，就花椒大料一煮，然后就这样切出来，半斤羊肚给你炒一炒，20块钱。羊肚加上这小腊八蒜，太到位了，又好吃，腊八蒜解腻，吃饺子吃肉都很棒，我自带的，特别的脆爽，为大集美食点赞。